只派绣春刀，终生精忠护主。绣春刀护主，绝无二心。若二心者，杀无赦。此事关乎几十万将士性命，皇上命我锦衣卫彻查。锦衣卫报案，喝毒落书，打开鬼囚的密码。曾天是你的亲生父亲，我爹是你的杀父仇人，豺狼中有反主，必定要的他。 连骨头渣都不剩。父亲，孩儿愿去前线抵抗俺党。尔等务必誓死抵抗，待老夫搬兵支援。兄弟13年了，今天痛痛快快打一场吧！